变瘦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是你哥？对呀，还能是谁？哥，厉害啊！嗯，刚一回来，让我上这儿来见你是吧？哥，你误会了，都怪他们。闭嘴！我可以作证，我们没有干嘛，是他欺负的我们。就是，都是。哎，可别胡说，谁欺负你们？哎，有事跟警察说去，别逼逼哄哄的。不是你又是谁啊？警官。警官，过来，老实坐那儿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一次。警官，我来吉林起啊。哥，在这有其他哥，还有他，还有南初。你们怎么认识？他救过我两次。两次。